如病魔一般可怕，我让他扩散，才自觉控制他血压，还是等医好这个沉痛疮疤，到复原一天也应该回家。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，治理这深刻的创伤，是实或是心窝脆弱，还是已经没救药。留恋在你的臂内疗伤，暂时将那故事收尾。是已经。